柳泉酒庄再创高峰，2013黄金冰酒荣获2016年度纽约 Finger Lakes International Wine Competition 国际酒类大赛金奖，柳泉酒庄冰酒之王实至名归。订购热线905-642-9463。至新年来临之际，上千名多伦多的华裔民众、青少年和佛教信徒来到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，参加由多伦多观音堂举办的祈福盛会。他们以佛教文艺表演、赠送佛教书籍和吉祥大米等丰富多彩的方式，为新年送上祝愿，共同祈求新年平安顺利、国泰民安。我们做这个活动主要是为了我们华人呢、或者是说在多伦多的一些信众啊、社区的一个为大家提供一个聚会的机会。那么这个聚会就与众不同，是新年了嘛，辞旧迎新的时候，在东方和西方都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在这选这个日子是为了大家在新年的时候更加欢喜快乐，能起到一些福分。随后呢是有同修上台分享感悟，因为他们是深受佛法还有观世音菩萨慈悲，生活上得到很多改善，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分享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有就是卢金红台长，这样我们通过这个师父，可能师父会有一些图腾视频片段，这样播放给大家，是怎么大家在信众得到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受益的。另外，多伦多师父广场在新年之夜举行了盛大的跨年歌舞和烟花表演晚会，吸引了上万市民参加。而大多伦多地区的其他一些华人社区组织、宗教团体也在新年来临之际举办了各式各样的庆新年活动。凤凰记者滕中琴在多伦多报道。